大家好，我是 Cory。今天我们来到位于 Delta 的 George C. Migratory Bird Sanctuary。那这是一个那个非营利的候鸟保护组织哦，那也是 BC 省最著名的自然景点之一，那也被列为加拿大十大的观鸟之一哦，是一个很棒可以观赏到不同鸟类的地方。那今天就跟着我一起去赏鸟吧 ，Let's go。候鸟保护区是由将近300公顷的湿地、天然沼泽和 Fraser River 河口中心的堤体所组成的。对于数百万在太平洋沿岸每年迁徙期间都要寻找觅食和休息区的鸟类来说，这个保护区的位置非常的理想哦。我们刚才去买了两包的鸟食，然后现在前面有一堆小鸟。他来了，我们来喂小鸟。Hello， 他咬很大力吗？他有给我们一张这个简介，然后可以看你要去哪边，然后还有这些会看到的鸟。那这个保护区大概需要花一到一个半小时的时间去走，才可以全部逛完哦。应该是葵花籽吧。这是一间可以进去赏鸟的，然后可以用望远镜看。我们进去看看吧。然后它里面就是像这样，一个全黑的。可以用望远镜看，这个候鸟保护区之前呢，你一定要先在网络上进行预约哦，因为这会有人流的管控，这样可以比较好的保护鸟的栖息地。那这里呢，进来的门票大人一个人是5元，那小朋友跟60岁以上的长者呢是一个人3元哦，超便宜的，推荐大家来，但是前提是一定要预约。如果在喂鸟的时候，一定要记得不要尝试追逐或者是抚摸它们，这样可能会被要求离开这里哦。吃的。
保护区内是不能携带任何的食物喂食鸟类，只有在它的礼品店卖的鸟食才可以拿来这里喂鸟哦。保护区内记录了近300种的鸟类，通常从春季到秋季，鸟类的多样性和数量是最多的哦。这个观景台这边，这后面的风景超好的，可以在这边看到不同的鸟。但是这个上面这边还是不行喂的，就是你要在下面才可以喂。这上面的风景好好哦。就是一些谷，还有葵花籽，绿头鸭超喜欢的。这里有好多 Canada Goose， 只要你手上有那一包葵花籽，他们就会爱你爱的要死。你看我现在没有了，他们全部都走了，等一下我再拿出来他们就来了。来试看看，你看全部又来了。嘿，我现在要去喂那边的，这边的肝已经吃饱了。但是他们还是一直跟着我，只要你拿这个袋子，只要你发出这样的声音，他们全部都会跟过来。太远方的来了，超多的，你看，而且他们还会打架，超可怕的。好了，没了。不要再来了，不要再跟着我了。你们怎么一直跟着我？
你觉得巴有毛哎、欸，好可爱哟、哦！没有了，你们不要再来了。Hello。怎么一直来？我已经没有东西了，我没有东西吃，不要过来。你听得懂啊？好，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咯，希望大家会喜欢今天的影片。那这个地方呢，我非常推荐家里有小朋友的人呢一定要来哦，小朋友会超喜欢的。好啦，那喜欢我的影片记得给我一个 like 订阅我，然后开启小铃铛哦，我们下支影片见，拜拜。